现代社会，人工智能随处可见，机器开始变得会学习，它逐步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甚至可以帮助人类从事危险的工作。而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需要运算能力极高的量子计算机。而量子计算机的出现，离不开一个理论，那就是哥本哈根诠释。究竟什么是哥本哈根诠释？它又是怎样诞生的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呢，就是哥本哈根学派的带头人尼尔斯·波尔。通过这张照片，哪怕我们不了解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但我相信，看了一眼之后，也会让人觉得过目难忘。浓重的眉毛几乎遮盖到他的眼睛，厚厚的嘴唇微微的向下耷拉着，给人的第一感觉啊，就像是一个中世纪油画作品当中忧郁的王子。但其实波尔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能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人。爱因斯坦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尽管这两个人为了科学问题争论不休，但是在分开之后，爱因斯坦在给波尔的信中就这样写道：在我的生活中，很少有人能像你一样带给我如此多的欢乐，我很乐于想象你那孩子般的愉快面孔。这绝对不是爱因斯坦的溢美之词。波尔呢，正是凭借着他这种独特的人格魅力，才能够吸引了大批的青年才俊与他合作，哥本哈根学派也正是因为这样而形成的，之后便有了哥本哈根诠释。那么波尔是如何走上研究量子力学这条道路的呢？1885年，尼尔斯·波尔出生于丹麦哥本哈根，他的外祖父是丹麦的银行家兼政治家，也是当时丹麦顶级富有的人之一。波尔的父亲则是哥本哈根大学的生理学特聘教授，因此他的家中可以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是教授级别的人物，就是丹麦皇家科学院院士。小时候的波尔和弟弟在家里经常能够听到精彩绝伦的科学辩论。学习了8年，博士毕业之后，他选择了进入剑桥大学继续深造。1911年9月，波尔抵达了剑桥，迫不及待地前去会见导师汤姆逊。汤姆逊是电子的发现者，年仅28岁就成为了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第三任主任。这个时候已经将近60岁了，掌管着剑桥大学物理系。
他绝对是波尔心目当中的偶像，波尔也迫切地想要给汤姆逊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但这个深刻的印象是怎么留下来的呢？在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他拿着自己的博士论文和汤姆逊撰写的一本书，打开书之后，波尔指着其中一个方程说道：这个方程您写的有问题，并说自己的论文当中啊讨论并且解答了这个话题。一个毛头小伙子刚出道呢，当面就指出了导师的错误，放到谁可能心里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些不舒服。不过呢，出于礼貌，汤姆逊答应会考虑他的提议，同时答应会抽出时间来阅读他的论文，并邀请波尔在下周日一起共进晚餐。波尔对此啊感觉非常满意，但是一周又一周过去了，汤姆逊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过，答应的晚餐也没有实现承诺。最主要的是，汤姆逊没有阅读他的论文。在这样无尽的等待当中，波尔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焦躁，他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干脆直接去面对汤姆逊吧。就这样，汤姆逊也不得不对波尔的论文做出回应。他认为有关电子的情况，一个像波尔这样的年轻人不可能了解的比他还要多，他并不想在这个领域当中与波尔进行深入的探讨。可以想象两个人的碰面有多么的糟糕，随后这二人的关系持续疏远。波尔呢是一个特别热衷于和别人进行辩论的人，对此汤姆逊的对策则是，每当看到波尔走过来的时候，他就朝着另一个方向退去。感到冷落的波尔开始对在剑桥的求学实验物理学家。通过实验，他发现了原子核，发现了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还利用半衰期来测定了地球的年龄。但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多微妙的话，那么卢瑟福和波尔的交往啊，恰恰就可以验证这一点。卢瑟福本人并不喜欢理论物理学家，他觉得他们啊，开局全靠假设，过程全靠猜。卢瑟福认为科学就要拿实验证据来说话，而不是两肩膀顶着个脑袋瓜子去空想，单纯的去摆弄那些数字游戏。可波尔呢，偏偏就是一位动手能力不怎么太强的理论物理学家。上大学的时候，他曾经选修了一门化学实验课，后来老师回忆说啊，在打破玻璃容器这方面谁也比不上波尔，他绝对能排第一。还有一次，在原本平静的教学大楼当中，实验室里突然
传出来了一阵猛烈的爆炸声，老师非常淡定地来了一句：“啊，不用问了，这肯定是波尔干的。动手能力不强，经常惹出祸端，久而久之啊，波尔也不好意思再去祸害实验室了，转而呢，开动自己的大脑，运用智慧进行物理学的研究，所以他也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既然卢瑟福看不上这群理论物理学家，那他又是如何看待波尔的呢？卢瑟福啊，偏偏特别欣赏波尔。当时也有一些人找他询问，为什么你会喜欢波尔呢？他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呀。卢瑟福的回答竟然是，波尔这孩子不一样，他不完全是个理论物理学家，他还是个足球运动员。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波尔是个足球健将这事儿很多人都知道，可这竟被卢瑟福用来区分他和其他理论物理学家，这就让人觉得非常不服气了。看来喜欢一个人可以找出任何理由让你去喜欢他，这句话说得真没错。那么波尔对这份友情又是如何看待的呢？在这个阶段呢，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不久，卢瑟福的这种温暖的相处方式啊，让波尔找到了父兄般的关爱。波尔对于卢瑟福非常尊重，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尊重，才导致波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与一个重大的理论发现失之交臂。我们今天元素周期表的排列法则，他立刻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卢瑟福。可前面我们已经提过，卢瑟福非常注重实验，不太喜欢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当他听到波尔的阐释之后啊，卢瑟福就告诫波尔不要做无端的猜测。波尔为此前后找了卢瑟福不下五次，但卢瑟福依旧很难接受波尔的想法。他认为除非实验真的证明了这一点，否则这个想法不可能被证明。波尔也感觉到卢瑟福被自己搞得有点不耐烦了，就想啊，先把这事儿放一放再说吧，说不定哪一天卢瑟福自己就想明白了。可是20世纪初的科学瞬息万变，有想法不赶紧发表的话，肯定会被别人截胡的。一名叫做索迪的化学家很快就产生了同样的想法，但与波尔不一样的是，索迪发表论文可不需要经过别人的同意啊，所以他率先在世界上第一个把这个理论提了出来，获得了学界的一致肯定。波尔为此啊错失了一个科学史上的重大发现，但是波尔对此没有产生任何的怨言，他后来甚至说啊，一定是因为自己的表达方式太过混乱，才导致卢瑟福根本没有办法听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卢瑟福那里待了几个月，对于卢瑟福的各种理论和他进行的实验也都有所了解，所以在波尔看来啊，卢瑟福的原子模型是没有问题的，是科学的、合理的。但为什么就偏偏会出现突然崩塌的现象呢？难道经典力学理论在微观世界当中不适用吗？原子世界里是不是存在着全新的一套规则呢？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呀，是因为之前波尔曾经阅读过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相关书籍。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时，首先就提出了量子的概念，而在现代物理学当中，对量子的解释是能量的最小单位。虽然普朗克的研究并没能直接给出微观世界的物理规律，但是量子论的诞生无疑是为广大的科学家们提供了一种别样的思路，其中真正认识到了量子论的价值并大大开拓其应用疆界的是爱因斯坦。1905年，他基于量子论提出了光量子的概念，并成功解释了光电效应。那是不是可以尝试着用量子来解决原子的模型问题呢？1912年，尼尔斯·波尔来到物理学家卢瑟福的实验室，与他展开了合作。虽然这次合作只有大约4个月的时间，可波尔却在这里得到了受用一生的法宝，那就是卢瑟福待人处事的方式。除此之外，波尔还遇到了一个值得攻克的难题，那就是原子的结构。卢瑟福提出的原子模型究竟存在着怎样的问题呢？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波尔结束了在卢瑟福这里为期4个月的求学过程。等他回到了哥本哈根之后，马上继续投入到对于原子模型的研究当中。但是他始终没有头绪，直到一个公式走入了他的视野当中。1913年2月初的一天，波尔大学时候的同学光谱学家汉森约他见面。汉森约他的目的是想看看他所学的原子理论是否可以帮助他解决光谱学上的问题。光谱被称为元素的指纹，每种元素都有自己特定的光谱，然而它们为什么会发光，却始终没人给出合理的解释。波尔一时也没有头绪。汉森建议说，你为什么不试试巴尔默公式呢？和汉森一分手，波尔就飞奔到图书馆，马上就查到了巴尔默公式。那一刻，他仿佛听见自己心脏的强烈跳动了，一切在瞬间变得明朗。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就是所谓的巴尔默公式，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简单呢？我也觉得很简单，每一个字母我都认得，偏偏搁在一起，他在说什么我根本看不懂。说真的啊，这个公式看一眼看不懂是正常的，别说咱们了，就是巴尔默本人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是瑞士巴塞尔女子中学的一个默默无闻的数学教师，一生呢在科学上没有做出过什么大贡献，但老先生的数学呀确实是非常好。他把自己一事无成归咎于找不到可以挑战的难题。那在他60岁的时候呢，有一个朋友对他说，你天天总想着挑战些什么，最近物理学界当中啊，氢原子的光谱是一个热点，你要不要用数学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呢？结果巴尔默还真当真了，他闲着没事的时候就把当时对于氢原子的一些实验数据总结了一下，结果一不小心就列出了这么一个原子谱线的波长公式。你说它是拼凑出来的也可以，说它是灵机一动产生的一个想法也可以，反正这个公式跟当时的所有实测的氢原子的谱线波长数据都完全吻合。于是这个公式便在1885年被提出来了。但是包括巴尔默在内的所有人呢，都想不出来除了可以测定氢原子的光谱谱长之外，这个公式还有什么用。而这一年呢，波尔刚刚出生了，
这似乎就注定了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成就就是跟巴尔默公式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波尔正尝试着用量子理论来解释微观世界当中的原子模型，原本毫无头绪，可无意当中想到了巴尔默公式，一下子便觉得豁然开朗起来。巴尔默公式当中提出的概念不就是量子化的意义所在吗？正是巴尔默公式带给波尔富有灵感的猜测，他将卢瑟福的原子模型稍加改进，一个新模型诞生了。在波尔的模型中，所有的电子依然围绕原子核运动，但是它们只能在一些特定的轨道上稳定运行。当一个电子从能量较低的轨道跃迁到能量较高的轨道上时，会吸收能量，反之则放出能量。他还计算出电子运行的最小轨道就是0.447纳米。波尔为自己的这个发现一下子兴奋了起来。卢瑟福的原子模型的确没有错，只是电子必须沿特定的轨道运动。他找到答案了。波尔把量子化的概念引入到了原子模型当中，想要卢瑟福设定的原子模型不崩溃，就要假设电子只能在特定的轨道上运行。打一个比方吧，太阳系当中如果只有太阳和地球，那么本来地球是可以在距离太阳任何远的轨道上来运行的，但是现在波尔给地球制定了一个法则，你只能够在距离太阳1亿公里、2亿公里、3亿公里的轨道上运行，除了这些轨道之外，不能存在于任何轨道之上。在原子世界当中也是如此，这些轨道被称之为电子的稳定轨道。波尔随后把结论写成了论文，没有立刻发表，而是寄给了卢瑟福。看完了论文之后，卢瑟福提出了一大堆的意见，比如波尔说电子的跃迁是嗖的一下就完成了，从一个轨道蹦到了另一个轨道。可是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跃迁呢？没人知道它会是向着高等级的方向跃迁，还是向低能量区域跃迁。这在卢瑟福看来，恰恰就是这套理论当中非常让人不满意的地方。电子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但如果说它的所有跃迁行为都是自发来展开的话，那是不是就说明电子具有自由意志呢？所以这一点上卢瑟福是坚决不同意的。但是这一次呢，波尔也坚决不放弃自己的理论，他不断地给卢瑟福写信，试图说服他，最后啊，干脆还是直接找上门来，住在他家里不走了，日日夜夜地跟卢瑟福探讨他的理论。卢瑟福估计啊，也是实在拖得累了，最后做出了让步，觉得波尔的理论虽然还不够完善，但也算得上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了。这样波尔才得到了卢瑟福的肯定，于是信心。也不是没有支持者，
爱因斯坦在维也纳参加了一次会议时，从卢瑟福的学生海维希那儿得知了这个消息。海维希在给卢瑟福的一封信中描绘了当时的场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爱因斯坦的那双大眼睛看上去更大了。他还对我说，这算得上是极其伟大的发现之一了。不管科学界是否认可他的理论，波尔在演讲结束之后决定放松一下，便和弟弟一起跑到了阿尔卑斯山远足。可当兄弟俩兴冲冲地来到目的地之后，却发现啊，根本没有什么人像他们这样还有心情到处旅游，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眼看着要爆发了。没有办法，在战争阴影的影响之下，兄弟俩也只能无奈地放弃了这次远足，费了一番功夫之后才算是平安回到了丹麦。战争使得波尔留在了丹麦，但糟糕的是，他几乎无法进行研究，因为那时候的哥本哈根大学既没有实验室，也没有可以探讨物理想法的同事。波尔开始鼓动哥本哈根大学建立一所理论研究所，但由于战火正在触目可及的地方燃烧，丹麦政府无法优先考虑这种计划。不过令波尔感到欣慰的是，在回到丹麦后的几乎每一天，新的报告和实验证据都如同雪花一样飞到波尔的办公桌上，而几乎每一份报告都在进一步证实波尔那量子模型的正确性。而伴随着这些报告，还有来自社会各界的祝贺以及各种大学的聘书，波尔俨然已经成为原子物理方面的带头人，他也正式走进了量子的世界。波尔收到的这些邀请函都是重量级的，柏林希望他能够前去成为爱因斯坦的同事，而且保证两个人有相同的待遇条件。同时剑桥也发出了邀请函，此时卢瑟福已经当上了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主任，能够跟卢瑟福一起工作，对于波尔来说这是有多大的诱惑呀！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波尔最终的选择是留在哥本哈根，他要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建立哥本哈根大学自己的物理理论研究所。波尔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哥本哈根大学的物理学水平已经落后于整个欧洲。波尔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那就是1911年5月他完成博士学位的新闻居然被刊登在了当地的报纸上。原因就是那时丹麦自己培养的博士非常少，一旦出一个立刻就会成为新闻关注的对象。而在波尔进行答辩的那一天，很多记者不请自来，小小的答辩室当中啊，挤满了不少的人。除了记者之外，刚刚成立不久的丹麦国家足球队的成员一个都不少的站在那里。球员们坦诚他们听不懂波尔的论文在讲什么，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为他站脚助威。然而更令波尔印象深刻的是，满满一屋人当中啊，只有两位教授参与答辩，原因就是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电子在金属当中的运动，可这在当时的哥本哈根学界是颇为新颖的课题，没有人接触过。但这篇论文涉及的内容并不是当时世界物理学界最前沿的课题，如果把这篇论文拿到其他国家的话，很有可能连公开发表的机会都不具备。因此伴随着波尔在科学界的地位越来越高，他便在1917年提出了在哥本哈根建立理论物理研究所的设想，并很快得到了批准。1921年3月3日，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学研究所正式投入使用。
路十七号就是波尔的研究所的所在地，这个研究所很快就像波尔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了科学研究的天堂。来到这里的人形形色色，有语言犀利、思维敏捷、批评起人来毫不留情面，被称为“上帝之鞭”的泡利；有爱做打油诗、画漫画，还喜欢搞点小动作让别人出洋相难堪的加莫夫；还有为了打赌而当着新婚夫人的面脱了衣服在闹市游泳过河的卡斯密尔，有以逗人生气为乐事不拘任何小节的朗道，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大物理学家。不过来到这里的人在接触到了这些性格迥异、才华横溢的学者之后啊，很快初来乍到时的快乐便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甚至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比如说被称为德国神童的海森堡就曾经在哥本哈根学习过好几个月，一到那儿之后他就发现啊，自己实在自信不起来了，因为在这儿的人个个都是天才。比如波尔的助手克拉莫斯，既会弹钢琴又能将大提琴拉得美妙动听，而且克拉莫斯还极具语言天赋，海森堡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能磕磕绊绊地讲一些丹麦语和英语，但是克拉莫斯一张嘴就可以轻松地说出好几国语言。克拉莫斯的天赋让海森堡多多少少地品尝到了什么叫自惭形秽，以至于啊还产生了那么一丁点儿的嫉妒情绪。海森堡在多年之后曾经说过，克拉莫斯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完美的绅士，但他的绅士劲儿太过头了。他说这话的时候，人们几乎能够听到他咬牙切齿的声音。也正是凭借着这些出类拔萃的人才，哥本哈根才和哥廷根、慕尼黑一起成为了量子力学发展史上的黄金三角。1912年，尼尔斯·波尔来到物理学家卢瑟福的实验室，与他展开了合作。虽然这次合作只有大约四个月的时间，可波尔却在这里得到了受用一生的法宝，那就是卢瑟福待人处事的方式。而这也为哥本哈根学派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波尔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众多青年才俊前来与他合作，人们也都为能够听到他的讲座而自豪。1926年的一天，波尔收到了一封电报，发电报的人正是海森堡，他说自己败走慕尼黑，需要波尔的支援。事情要从大约一年前说起。1925年，海森堡从微粒的粒子性出发，得到了描述量子力学的第一个方程——矩阵方程，
这使得海森堡一下子名声大噪，而这个方程进一步完美解释了波尔的原子模型。可未曾想，大约半年之后，一位名叫薛定谔的物理学家也得到了一个描述量子力学的方程——波动方程。两个方程出发点完全不同，但却被证实是等效的。由于薛定谔的方程简洁易懂，因此物理学家们立刻将目光纷纷投向了波动方程。海森堡的方程几乎被遗弃，这使得海森堡颇为不服气。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两个方程，虽然看半天我们可能都看不懂它说的是什么，但是如果仅仅从简洁程度而言，我们肯定会选择最右边的那个，这就是薛定谔的波动方程了。而让海森堡感到绝望的是，薛定谔不仅仅抢走了他的风头，最主要的是他的方程是从波动性出发的，这就让海森堡无法接受了。其实关于光它到底是粒子还是波，科学界已经争论了几百年了，而且不同的学派可以拿出不同的实验来证实自己的理论，比如双缝干涉实验、泊松量斑实验，这些啊都可以完美的证明光的波动性。而光量子对于黑体辐射的解释以及光电效应等实验则告诉科学家光是粒子，双方谁也没有办法说服对方。而薛定谔与海森堡最主要的分歧也在这里，薛定谔坚持认为微粒绝对不会像后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微型台球，而应当是一些紧密聚集在一起的波，所以根本没有什么不连续的实体，也并不存在着量子的跳跃，取而代之的是从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的平滑转换。这不光是否定了微粒学说，同时还否定了海森堡，顺便呢还把波尔的量子跃迁一并给否定了。1926年7月，薛定谔应邀前去慕尼黑宣讲波动方程。海森堡听闻，立刻从哥本哈根赶到了慕尼黑，他要与薛定谔一决雌雄。当第二场讲座讲完后，海森堡实在按捺不住了，站起来逐条批驳薛定谔的观点，还提出几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比如电子如果是波，那它在光电效应中是怎样被弹出金属表面的？这些问题的确难住了薛定谔。可还没等薛定谔说话，海森堡就被现场的老教授严厉训斥，不允许他如此无礼。更令海森堡感到悲哀的是，他的说法几乎是遭到了全场物理学家的反对。就这样，海森堡立刻发了个电报给波尔，诉说着自己的遭遇。波尔看后有了个好主意，那就是邀请薛定谔到哥本哈根进行一次学术访问。1926年10月1日，薛定谔如约踏上哥本哈根的土地，而波尔则早早地在车站候着了。薛定谔一下火车就被波尔抓住讨论问题，说是谈论，其实就是激烈的争论。薛定谔虽然风尘仆仆，但由于两人探讨的是物理，所以说的还挺来劲。波尔顺势邀请薛定谔住自己家里，薛定谔此时还没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自己的家中占据了主场的优势，波尔开始对战薛定谔，海森堡负责在一旁给波尔帮腔。平日里的波尔一直是一个很随和的人，而一旦他卷入到这种物理争论，就好像突然化身成为了一个偏执狂。他试图用各种实验来说服薛定谔，只有从微粒说出发才能真正描述量子力学的公式。可是薛定谔则举出了一大堆只有波才能解释得清楚的实验，反驳说不管是电子也好，光子也好，或者任何粒子也好，都只是波动表面的泡沫而已，本质上都是波，都可以用波动方程来表达基本的运动方式。在这一点上，双方是谁也不会认输的。对于波尔而言，这个问题如果争不出个胜负，那我就换个问题继续为难你，直到你同意我的观点为止。他们每天都从白天吵到晚上，
虽说薛定谔比波尔只小2岁，但或许是身处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或许是身体素质没有波尔好，仅仅几天的时间，薛定谔就实在承受不住了。可是他住在波尔的家里啊，想逃都逃不掉。就这样，薛定谔居然病倒了，躺倒在了床上，由波尔的妻子玛格丽特来进行照顾。既然辩论当中的一方已然累得爬不起来了，这个争执是不是可以先搁置在一边呢？不，波尔啊依然是不依不饶，时不时的就赖在薛定谔的房间里，站在床头继续和人家进行辩论。精疲力竭的薛定谔甚至最后无奈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我宁愿自己从来没有涉足过什么量子力学。而床头的波尔对此则是意味深长地回敬道：还好你已经涉足了，我们为此都感到高兴。不过直到薛定谔康复离开波尔家，这场争论依然没有一个结果。后来海森堡评价波尔当时的表现时说，他是无情的、狂热的，不准备做出丝毫让步或承认自己可能犯错。争论每天从清晨持续到深夜。而从哥本哈根之旅中恢复过来的薛定谔向人承认了他与波尔打交道时的沮丧心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的谈话很快便转向哲学问题，然后我就再也弄不清楚我坚持的立场是不是他正在攻击的立场，或者我正在攻击的是不是他正在辩护的立场。薛定谔走后，对手没了，连续几个月波尔一直处于沉思状态，思维反复穿梭于粒子和波之间。他不管逮到谁都只有一个话题，解释量子力学。在这个阶段，波尔越来越觉得薛定谔的波动方程的确很出色，简洁明确。在写给朋友的信里，波尔已经把波动方程称作是一个美妙的理论。这个转变让海森堡开始慌了，于是波尔和海森堡之间开始爆发了一场又一场争论。后来海森堡回忆道：我们一聊就没完，一直到午夜。波尔和海森堡之间的这种讨论呢，延续了波尔和薛定谔争论的风格，那就是没日没夜，一吵就是好几个月。好在海森堡年轻力壮，没有病倒，但谁也不是铁打的，很快两个人都觉得疲惫异常，双方之间原本非常和谐的情绪变得越来越诡异。为了不让事态向更糟糕的方向发展，波尔决定干脆去挪威滑雪度个长假。而正是在这次的滑雪过程当中，波尔对于量子力学有了新的认知。波尔与海森堡在一次偶然的讲座中相识，从此便成为亲密的合作伙伴。然而海森堡的劲敌薛定谔的到来却打破了这份和谐，因为波尔的思想开始动摇，他竟然认为薛定谔的方程十分美妙，这使得海森堡无法接受。他与波尔之间爆发了一场又一场的辩论，最终两个人都无法面对对方。波尔选择前去滑雪放松一下心情。波尔在挪威的雪山上尽情挥舞，可他的脑子却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他始终想不通，实验可以清晰地证明波和力的确都是真实存在的，但一个又是波又是力的世界该怎样去解释呢？一个画面突然从脑海中闪现：硬币。波粒二象性不正是像硬币的正反面？当你看到一面就看不到另一面，但它们共同存在，缺失哪一面都是不完整的。当波尔结束度假回到哥本哈根时，海森堡也有了新的发现，那就是他提出了不确定性原理，就是微观粒子的几个参数不能同时被精确测到。没想到两人之间的一场争论再次到来。什么是互补原理呢？波尔认为，在量子力学世界当中，假若选择粒子进行实验，比如光电效应，就会观测到粒子；假若选择波动实验，
比如双缝干涉，那么就会观测到波，但是绝不可能同时观测到粒子和波，因为它们是互补的。波尔认为，这正好能够解释海森堡刚刚发现的不确定性，因为位置与动量互补，能量与测量时间互补，所以再精致的实验也只能测出其中一个参数，另一个就测不准了。可是海森堡听完之后啊，却不干了，这不就等于承认了薛定谔所说的波动性了吗？这场争论一直从三月持续到了六月，在无休止的争论当中啊，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糟糕，最终发展到都在同一座大楼里办公，可是有这个人出现的地方，那个人就绝对不会出现。最终海森堡决定前往莱比锡大学担任教授，离开了哥本哈根。到了莱比锡，在远离了波尔之后，海森堡反而冷静了下来，他反思了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情，他发现他对波尔的敌意有些不过是自尊心在作祟，是对波尔关于不确定性的观点与他不一致而感到的不悦。最终他鼓起勇气，以十分悔恨的语气给波尔写了一封信，承认他的表现看上去一定显得十分忘恩负义，并对此表达了忏悔之意。而此时的波尔有了一个新目标，那就是着手为量子的不确定性构建一套有效的体系。波尔的新助手名叫奥斯卡·克莱因，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记录波尔的想法。波尔非常不喜欢动笔，只要能不写他就一定不会去写。当初他的博士论文就是自己口述母亲执笔所写的。波尔只要拿笔写字的时候啊，不仅写得慢，而且字迹潦草，几乎完全不能辨认。波尔觉得呢，这是因为他很难使思考和写作同时进行。结婚之后，这个工作由他的妻子来完成，现如今呢，则落到了克莱因的身上。波尔说出他的想法，克莱因随时进行记录，但波尔呢，往往又会在第一天把克莱因总结下来并记录整理的东西全部扔掉，随后重新开始。夏季，当波尔一家前往海滨度假的时候，克莱因也不得不一同前往，在这里啊，继续着这份痛苦的工作。最终1928年，波尔终于给出了量子力学的一套体系。在量子力学当中，一个实验可以展示出物质的粒子行为或波动行为，但不能同时展出两种行为。量子系统的量子态可以用波函数来描述，它可以计算粒子在某个位置或处于某种运动状态的几率，而测量的行为则会造成波函数坍缩，成为一个可以被测量的量子态。这套说法后来被学界称之为哥本哈根诠释。为了提升这个理论在量子学界的影响力，波尔、海森堡、泡利等人表现得异常团结。在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当中，哥本哈根诠释一统江湖。30日，波尔顺利来到了瑞典，负责接待他的吉兹上尉给他安排了三位警官保护他的安全，一个站在房间当中，一个在屋子外面，还有一个在附近的街道巡逻。波尔的下一站是英国，英国表示非常欢迎，准备在第二天派出飞机接走波尔。
但在这关键时刻呢，波尔却改变了自己的主意，他希望能够进一步和瑞典政府交涉，希望瑞典可以接纳更多的犹太流亡者。最终在他的努力之下，瑞典接纳了7000多名犹太人。而到了10月4日晚上10点，波尔终于起身飞往英国。在他离开之后，吉兹上尉开了一瓶香槟以示庆祝。这酒还没喝上一口呢，门铃声响起来了。打开门一看，哎呀，波尔怎么回来了？原来啊，是飞机引擎出现了问题。就这样，波尔不得不在瑞典多逗留了一天。第二天，飞机的引擎修理完毕之后，波尔才坐上飞机飞往英国。波尔在登上飞机的时候，飞行员正在给大家讲述安全须知，但波尔却在滔滔不绝地跟人讲话，根本没听见别人说什么。因此，当飞机飞到了一定高度，需要戴上氧气面罩才能进行呼吸的时候，恰恰整个飞机里就波尔没有戴上氧气面罩。当飞机飞到被占领的卡特加特海峡时，为了不被德国战斗机骚扰，飞机增加了高度，通过对讲机，驾驶员告诉坐在炸弹舱中的波尔佩戴氧气面罩，但是始终没得到回答，这使得驾驶员非常不放心。当飞机飞到北海上空时，他立刻将飞机降到了离海面很近的高度飞行。当10月6日凌晨，飞机在英国军用机场着陆时，波尔说自己一路都在睡觉，这其实是因缺氧而陷入昏迷。很快，波尔再次启程前往美国。最终，在短暂造访普林斯顿大学之后，波尔就化名为尼古拉斯·贝克，在美国生活，一直到战争结束。波尔在1945年8月25日回到了哥本哈根，并于9月21日当选为丹麦皇家科学学院院长。1947年10月17日，国王弗雷德里克9世宣布授予波尔大象勋章。以往这种勋章只有王室成员和国家元首才能获此殊荣。国王说，这一荣誉不仅仅只是授予波尔个人，更是授予整个丹麦科学界。波尔为此还亲笔设计了代表自己家族的文章，在这个文章当中啊，附有中国的太极图以及格言对立及互补。那为什么波尔会在代表自己家族的文章当中绘制上太极图呢？原因就在于啊，波尔曾经跟自己的朋友在聊天的过程当中，通过对方的妻子得知了，在古老的中国有这么几本书，一部叫《易经》，一部叫《道德经》，而恰巧这位女士呢，又是一位翻译家，经她之手啊，就将翻译成德文的这两部中国著作赠送给了波尔。波尔在阅读之后啊，恍然大悟，认为呢，如果我们把中国东方文化当中的阴理解为粒子，把阳理解为波的话，二者就可以完美的对立统一起来，这就符合互补性原理。因此他才选择太极图作为自己家族文章当中的一个图样，同时还不忘记述上对立及互补这样一句拉丁文铭文。哥本哈根诠释不是一个人的成就，它是波尔、海森堡、狄拉克、波恩等一众科学家集体的智慧，而它也成为现代量子计算机诞生的基础。1982年，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在一个著名的演讲中提出利用量子体系实现通用计算的想法。虽然人类对于量子世界还并没有完全了解，但人类在应用它的道路上已经起步。而由于哥本哈根诠释的诞生，使得爱因斯坦、薛定谔等一众科学家在反对他、力图证实他不完备的过程中，相继提出了薛定谔的猫、幽灵般的超距作用，甚至平行世界的概念，这大大推动了量子力学的发展，关于量子的理论也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1962年11月17日，
波尔在午餐之后像往常一样午睡了一小会儿，忽然他的妻子听到波尔大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于是立刻冲到卧室，却发现波尔已经不省人事了。就这样，波尔因为心脏病发作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77岁。1965年10月7日，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正式更名为尼尔斯·波尔研究所，而哥本哈根诠释直到今天依然是量子物理界的主流理论之一。从小小的原子模型到一统量子力学界数十年的哥本哈根诠释，尼尔斯·波尔在量子力学领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份成就依靠的不仅仅是他的智慧，更是得益于他宽广的胸怀和包容的心态，这使得大批青年才俊有了发挥才能的平台，也使得量子力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达芬奇留下的神秘手稿，阿尔卑斯山区的罕见病患，人体肿胀的脖子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制造军火时的意外发现竟成了治疗克汀病的特效药。生活中的哪些细节才能维持甲状腺的健康？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荷尔蒙密码》，护甲有方，下期播出。